正式比赛了，小匕首，赵泰龙是一个好球。哎，赵泰龙啊，这一点他是需要开的。他在联赛的时候，他这个三分球真的是非常的出色。对，就是福建的水花兄弟，然后掩护啊。对，第一节中国队的最后一攻，方硕挡拆。球的位置不好，对，就一个太延续不下去战术。哇，抛投，再给出来机会啊！这是机会，好球啊！三分命中。哎，所以小丁不打呢，对于中国队的整体性啊，现在这球啊，阿布好球、哎，不错啊，这个球，有在对抗以后还是能够保持很好的一个进攻的手型，卡得非常好。赵睿，又是赵睿，赵睿来了，挺好的，好，哎呦，好球，好球、哎！这个球阿布杜还真是机警啊。对，赵睿，这就是出膛的子弹。你眨眼之前还在后场呢，把眼睛睁开已经是前场上篮了。怎样都再给罚球线，这球犯规了。戴博好球，又是阿布、哎。阿布今天啊，还真是这前场篮板啊，这个位置感非常好。那里边呢？哎，对，好球，好漂亮，好球。哎，到了第二节比赛啊，中国队感觉这个进攻的找低位要位，这是给他打的战术。对，好球出来，看赵睿的三分。哎，好球、啊，运气也不错、啊，有点运气球啊，主场啊。对。看看这个赛后吧，看一下赵睿，关注一下什么情况。赵睿给出来，阿布继续突，好球，漂亮，漂亮，行云流水。哎，落地的时候好像也是，啊，进了是六分。还有，哎，好球，前场板，阿布打进，打进，好球啊！五分，五分的分差，还有一分，应该是比较轻松的。对，就是说咱们从这个球队风格上来看呢。韩国队如果是将来啊碰上国际比赛，要是方硕外线的出手没有，篮板被阿布拿到。今天阿布的这个前场篮板啊是真厉害。是他今天新西兰队这边他的锋线以及内线，今天这球啊，孙明辉突分给阿布沙拉姆跳步进去，好球！哎呀，再起，漂亮！哎，这一下阿布是用上对抗力量了。没错，阿布杜沙拉姆呢，今天和福图来对位的话，其实是一个挺好的学习机会啊。嗯，因为福图还是一个挺强的球员，在欧洲的这种顶级联赛啊，是一直能够稳稳立足的这种球员。二赵组合，是不赖。赵继伟呢，能抢能组织。这就是赵睿有人控有人组织。好球，阿布，金鸡独立啊。哎，你看这个技术动作运用非常合理，而且。阿布的这个手腕儿、啊，真的是。后来阿布防小个，脚步不吃亏，防得不错，防得不错，尽可能的照在了伊利的面前。赵继伟球一直没出去，到阿布这边剩四秒，看突破，好球，45度的突破。这个球首先要称赞的是阿布托拉姆的选择啊，剩四秒的时候没有在原地酝酿下球去干拔墙头，对，然后这个篮板。阿布沙拉姆继续突破，再给董汉林、篮下被盖掉了。内线这个阿布沙拉姆成为了一个战术点。啊，这球有点太考验董汉林。哎，拿回来了，再往篮下走，不错。哎，好球！哎，这次战术成功了，阿布沙拉姆突然的内切。黄德林发现自己的一个错位，但是对方已经换回去了。哇，赵继伟，哎。这球应该是吹了新西兰队这边的篮板球犯规，是，应该是伊利把阿布杜沙拉姆给推了出去啊。今天相对来说打得有点平淡。就是这个问题呢，可能你像纪伟啊、刘志轩呀、这些，黄德林刚才把对方队赵继伟挡住了啊，好球，
漂亮！哎呀，赵继伟，好球啊！对，下半场明显的变化就是中国队注意这种转换中的机会把握。内线王哲林的空间还是比较小。阿布杜沙拉木外线的三分球，漂亮！反超！哎呦，这一节比赛啊，阿布杜沙拉木扮演了这支球队球星的角色。三节就要上双了，十分了。对，但是刚刚。这个中国队里边啊，犯规刚刚到数，还好这球并没有让对方罚球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硬气的三分啊！就是说就别走了，这样，那火箭要留他得交好多税了。对，阿布外线的三分，好球，漂亮，哇，21分了。其他的后卫球员们可能面对压力也不小，然后他对位的人啊都回收的比较快，篮板拿下来。强攻再起，好球，我的天，这有点真大腿的意思了啊。是今天这个比赛失误。阿布呢本场比赛第二个抢断，是数据统计非常华丽的。可能比我们稍高那么几公分的这么一个身体的一个优势在。对，你说这怎么来调整？我们看这边挡拆之后，阿布杜往外。因为呢，这个夏天啊，两支球队比，我们看 好球啊，是一个不错的反击。红队和中国队依旧还是领先着八分。这几个回合其实破这个二三的落位啊，整个阿布杜沙拉木在整个罚球线的策应，之前首席也提到了，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，思路很清楚。对，不管是自己的往外撤，还是45-30啊，目前已经是来到了15分的分差了。哎，好球，好球啊！这边又是突破分球之后，赵继伟找到了篮下的阿布杜沙拉木。哎，每次进攻要严肃和认真一些。这边阿布杜沙拉木再次突破造对手犯规。没错，下午打比赛，其实以往这个时间段球员可能是在午睡，你的身体是在一个松弛的状态，是你长期以来上前不上前，夹击不夹击，刚才那一下有点犹豫，试探了半步又退回来，好球，好球。这一次的反跑又是超后门，阿布杜沙拉木防守的中距离没有投进篮板球，2+1打成，好球，标志性的阿布都市的庆祝动作。阿布都沙拉木啊，阿布都热西提，对，这个美国的评论员是念不清楚，念不清楚，还是这个悬赏是吧。阿布都沙拉木再造犯规啊，你像这个球也是阿布都沙拉木信心满满的去冲击内线，但是呢一个这样很强的我们看对抗之后呢，造成了马克西姆的犯规。这就是之前提到的上赛季效力于 NBA 发展联盟的球员，北京做选秀呢。对，我在选秀大会的现场采访，姚主席还在上台致辞。对，我们可以看到在防守端很多遍他防守端的成功率一高啊，开始带动他进攻端整体的命中率也有提升。球是，而且我们之前从上半场的几个零星的他呢，他在场啊，整个的进攻会活泛很多。邵泰龙补防把球断下来，再给到范子铭，好球，好球，这一球三线快攻，范子铭这一下反应很快，要传球给到赵睿，好球。哎，这球阿布杜球没拿稳，换到左手，后续的反应还是很快。对，导球速度还得加快一点。对，好球，这边方硕给到中路空切的阿布杜沙拉木，方向去别倒了这个掩护的球员。是这个球啊，也就是赵睿包括像赵继伟这样的球员敢往这个大个直接往身上撞啊。阿布杜沙拉木主动接过了拖把，清理地板，防守上来了，再往弱侧转，好球，这球阿布杜沙拉木造成了对手的犯规。当然了，我觉得这一球的头功还是要记在赵睿的突破分球上。对，是这一下的撕扯是改变了对方的防里边。是，
防守方要跟着进攻方来做调整。就转的稍微慢了一点，好球掉到篮下。哎，这球有一点干扰球啊，被盖了之后再去强打，这球应该是先吹了犯规，阿布杜沙拉姆要上罚球线，但是我们看第二点的反应很快，这一传啊，弹速和反应都不错，这球应该是在界限之间，对，不是那么大了，对，哎呦，好传球，找起来。大家如果有看过去两，高位掩护，卢子轩来发起挡拆，好球！哎呦，这球呢，好球，好球啊！这球虽然还是打进了，先发阵容之后的效果还是挺明显的啊。嗯，王哲林，哎，转得漂亮，这球吸引了内线双人包夹，阿布杜沙拉姆又是空切篮下啊。这个三分球就麻麻得了，一般般啊。王哲林，好球！哎，转移的漂亮啊，王哲林看到了，漂亮！阿布杜沙拉姆这球处理的也很聪明，嗯。投篮时间不多了，看看刘志轩，再转阿布杜沙拉木大空位三分球，嚯嚯，两双到手，哎，我的三分箭是地狱的火焰，好球啊，56-34，11分12篮板啊，这个球呢，沙拉木，阿布杜沙拉木转身不错，好球。非常漂亮一个向底线转身，因为阿布杜沙拉姆他是三四号位都可以，方硕给周琦，现在大打小，周琦这儿因为对方如果是守联防的话，周琦这儿能赵睿三分球还是没中，克拉克森赔上一次犯规，中国队现在这个阿布杜沙拉姆第一反命中，好球！阿布杜沙拉姆漂亮，传切配合，稳扎稳打是这样的，而不是你着急把球运过去。斯坦德哈丁格推人，刘志轩给周琦，好球！阿布杜沙拉姆。这二次进攻把握得非常稳，今天新疆小伙打得确实非常的苦，对方是半绕前的防守，最后还是到身后，阿布杜沙拉木很好，漂亮，空中做动作躲闪之后把球打进，真懂，阿布杜沙拉木捡漏，漂亮，换左手得分，越打越放松，阿布杜沙拉木第二个三分球，中国队开局都是在外线发炮，丁彦雨航好球，中国队今天第三个三分，中国队到现在为止呢是小丁限制还是不错，看中国队反击，阿布杜沙拉木打得很明确也很坚决，这时候制造杀伤其实对中国，回到自己这边，是在这个打进这一下上不够坚决，因为赵睿是一个打球很有激情的运动员，45度传球漂亮，哎，可惜可特拉是中锋，身高1.94米，罚球线策应，阿布杜还是有机会，好的，非常稳健啊，今天阿布杜得12分了，小丁这球给的也好，没糟践球，本身在联赛当中他三分球应该是比较大把握的，漂亮的盖帽，阿布杜沙拉木，王哲林吸引牵制双人夹击之后，阿布杜沙拉木迅速纵切进到内线，阿布杜沙拉木拿到14分，全队得分的1/3，
第二节比赛打到卸得下包袱了。阿布杜漂亮，今天阿布杜沙拉赵彩龙那儿一直是有机会的，怎么样？阿布杜沙拉姆再进，阿布杜沙拉姆好球，22分，今天打得十分稳健。对了，又是阿布杜沙拉姆好球，24分。阿布杜沙拉姆上篮好球，这就是我们说的当有这种机会的时候上篮突破。阿布杜沙拉姆打卡兹米强顶背转身好球啊，这就是阿布杜沙拉姆的特点，他也是在不断的对抗当中找卡兹米的这个位置。卡兹米大家知道他是一个特别生猛的运动员，看看这转换方硕，再给阿布杜沙拉姆到篮下好球，阿布杜沙拉姆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，在防守端在进攻端连续得分，确实非常敢打。而且阿布杜沙拉姆这个风格呀，看看阿布杜沙拉姆三分球漂亮，阿布杜沙拉姆三分球，方硕的三分球，周调统一，每个人上来都是一个防守方式，就是强防，追身三分漂亮，这个一守一攻啊，中国队打方硕找队友，这都是假的，三分球空位漂亮，阿布杜沙拉姆真是有信心，这个球阿布沙拉姆在45度空位早就等着了，中国队半天是没有很好的靠这种强攻上篮，没有打进篮板球，周琦拿下来好球，这球中国队要重新再组织一个，阿布杜沙拉姆三分球空位漂亮，敢打阿布杜沙拉姆方硕赵睿在这场比赛当中真的是敢打。阿布杜沙拉姆瞄准出手中了，阿布杜沙拉姆今天真的是天降神兵啊，今天每个三分球空位啊投出去都让伊朗队确实感到心头一紧。阿布杜沙拉姆今天三分球5中4，男篮祝贺中国年轻的男篮的运动员们，在这个阵容当中只有王哲林、赵泰龙、周琦和丁彦雨航打过亚运会，其他运动员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，横下一条心就是要夺冠。打哈萨克斯下半场丁彦雨航是拼出来了，祝贺中国队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，真棒。